还帮我拿透明片去洗干净才让我贴，然后人怎么不见了？所以这个臭小子钱赚蛮多，但服务确实不错。有刮痕是不是？先看一下。OK， 我再帮你贴。哎，这是里面还是外面？这边这应该是刮痕，其实我已经是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的老花眼应该也看不了那么细的东西。所以大乔现在他们除了自己有的代理的东西越来越多，除了帽子啦，然后储物片、变色片，还有对讲机也是他们代理的，应该可以了。不可以我也没办法了，谢谢。对不对？全黑有没有比较帅？现在他要帮我们贴的这一片是储物片 ，ULOOK 的储物片兼变色片。我就特别喜欢变色，然后又特别眼睛不好，所以对于变色有点偏执。但是呢，这一个帽子我又觉得它要全黑才好看。不过这顶帽子我有点担心的是，它没有耳蜗，所以我怕耳蜗装上去我耳朵会不舒服。然后这边是我一直想要买的 Z8， 没有货。上次我来，然后就随口一问嘛，因为来到人家的店，然后他们又有点认识我，我就不好意思只来买一个储物片就走，然后我就顺手问了一句说，哦 Z8 哦，那 Z8 你们有水泥灰的吗？他居然跟你说有，我就有点下不了台，你知道吗？他拿出来给我看，他先给我看这一顶，但这一顶其实是有彩绘的，我要的是全部水泥灰，亮面水泥灰。这个时候他又讲出一个非常可怕的关键字，叫做缺货要订，整个购买欲就上来了。帮你贴好，里面那一层膜我没有把它贴。好，谢谢。要用在15，好，谢谢。我这一次一直没有买 Z8 的，就是这个我觉得有点普通，然后黑红的我又看腻了，然后他们 X14 又不知道要出 X16 还是 X15， 不知道。我现在会开始喜欢像 Z8 这种帽子，因为我开始觉得赛道帽有够重了。你看这个草，这 XS 不准，我们拿个 L 的 XXL。我跟你讲，他们 L 应该都没半顶，你信不信？这跟 X14比起来轻好多、哦，只是它这边为什么要设计这样？因为这样下雨会湿掉啊。你要来问一下 Mike， 哎 ，Mike， 为什么这边要不要留这个？你说这块黑色的吗？对啊，是造型吗？其实它这块就是主要是遮挡，因为我们上一代是 Z7 嘛，它其实夹衬的这个劲风就是会有感，所以很多车友跟日本原厂反映说，它这边的进风量已经影响到噪音的问题。OK， 所以它这一次 Z8 的这一块，其实就是在硬的噪音上，这就是。但是这个已经不是棉了，对不对？上次就不是棉。然后你们是不是 L 号要全棉？也是有啦，但是就是你不能挑花色，我就伸给你。我不要讲了，到时候但是。欸，我买你们家 N 顶帽子都没给你买过，水泥灰啦，我想要水泥灰啦。这个是什么？对啊，就是亮面水泥灰。上次有说过要5月的样子。好，没有没有，现在应该要年底。我觉得你们家不是卖帽子，你们是在签帽子的吧？能跟上次那个谁，他们会说以后你们门口会停你的专机了。太夸张，因为那个是活动用车，真的期待一下。有什么活动再找我们去蹭一下的。好、哦，一定哦，哎，答应哦，答应哦。不介意老人的话啦，没问题。对，我会尽量带个妹妹去。好啦，我们继续来看帽子，你忙你的。好。我刚刚说水泥灰就是这个色啦，但是我是要 Z8 的水泥灰。Z8 的水泥灰的这里有双色，很漂亮。看到就这个最多。这个，但是这个最难买啊。这个你，我看一下 M， 我想我的尺寸一定没有，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部分。还要西瓜。还有西瓜，但是它现在好像有下一代的彩绘已经有出来，是直接到这里的，我还蛮喜欢的。那我那一顶是全黑的嘛，我们就可以自己来贴了。我是蛮喜欢的，我跟你讲，谁都很喜欢三车帽，但三车帽你要有适合的车啊。你骑 Sugar 的帽，对 ，Sugar 说要缺一顶帽子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现在真的有点帽控了，帽子有够多顶。其实我今天晚上还收了一顶，晚上人家会拿过来给我。然后这一顶是那个 Mike 的，他自己拿去给人家定制彩绘的。这个彩绘的钱应该比帽子还贵好多。哎，这个有 JBL 的耳机耶，改天跟他敲诈一下。我在想是要水泥灰还是这一顶消光水泥灰。其实我喜欢它水泥灰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气孔啊，这边有像两层这样子的设计，我很喜欢这个设计。但是我好像有好几顶都是消光的，不要再消光好了。蛮好奇它这个中置的会不会比较好开，应该会吧。轻好多，这一顶才1350克，不过这是 XS 了。我觉得秀宇的帽子都很喜欢藏细节。你们现在看这个地方是黑色跟灰色吧，但是你看它这个灯光打下来，它这里面居然是紫色的，所以以此类推，那个也会有这种效果。哇，真的，你看，好漂亮哦！里面有网格哎，
不要来看帽子，很可怕。所以他们这个彩绘跟没彩绘要多收你2000块，不是随便涂一涂就有了。照完收一顶 Z8 来试试。我们导一下麦克来刷一下流量。来，麦克跟我们的那个，这个算是在 YouTube 界里面最红的非 YouTube 人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来，跟我们说一下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这个复古帽、乐高帽我们拿回来，已经装好这个墨片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深墨片，他们说浅墨片非常的淡，所以这个是深墨片。但是戴上去，其实在夜晚市区还是 OK 的哈。它戴上去就是变这样子，蛮酷的，跟乐高帽的风格完全不一样。等下像这样的话，我就觉得还蛮酷的。而且啊，旁边这个银色的，它这个银色的虽然是一个复古元素哈，它在设计的时候是让你用零钱就可以把这个转开换镜片，但是它的设计是为了日本，以日本的钱币厚度去设计的，所以在台币的话呢是转不太开的，还是要螺丝起子开。OK， 那它的整个造型也都是很简单哦，这边只有一个出风口，然后旁边这两个是不可关闭的。实际上戴起来，它的内衬是比较薄的，但是还蛮舒服的，而且它这个耳蜗的地方并没有凹进去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塞进去会怎么样。Michael 是有介绍说，如果是这一款帽子的话，可以用他们的那个 Cardo 的喇叭是比较薄的，哦，戴上去就像这样。哦，对哦，还有几件事情要说，当然双地扣都是一样的啦。那戴上去，我是觉得这个视线感觉还蛮，看起来左右啊，都会让我觉得看得蛮清楚的。那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镜片只有两段，没有那么多段了，就是怎么样，这边是卡不太住的。哎，好像可以耶，反正它没有那么多段了，只是稍微卡一下而已。然后它这个锁定的这个卡榫啊，要习惯一下，这边推的，我一开始都推不开，把我急死了。哦，那这边会比较薄一点，对，戴的还蛮舒服的。戴起来的样子就这样，配个皮衣，赞。然后很多人都喜欢讨论说它的噪音是不是比较大，我个人是没什么觉得说噪音特别大，但是有一个让我觉得比较有点小困扰的是，我现在还没有装蓝牙耳机，它的耳朵这边会把它往上折，就是它这个空间是比较小一点，但是这个还好，这种不会让你觉得难受，有一种是会压耳朵，那真的会受不了，所以这个只是空间小一点，这个还是 OK 的啦，所以我应该会给它装上那个 Sina 的 3S， 就是比较小的，这么小一个的装在里面。我以为这个帽子的舒适性跟隔音会让我觉得不是很舒服，但是实际上戴过几次之后，我还蛮喜欢这个帽子的，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重量很轻，所以你戴着的时候觉得很轻松，而且它这个视线蛮大的，奇怪是错觉吗？我觉得它的视线看起来很大很舒服，所以这个帽子应该说是比我想象中的要舒服的多，所以呢，这个帽子还蛮推的，而且这个帽子好像即将要推出这个第二系列的彩绘，喜欢的朋友就多关注一下秀宇的官网啊，还有他们的官方的粉丝页。那今天这个秀宇的乐高帽，那个名字我不念了，叫什么 Gem Master、哦、Glamster。太难念了，就到这里。那有兴趣的自己看一下他们官网跟我们下面的连结介绍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